你玩过密室吗？我没怎么玩，一次都没玩过吗？玩过一次。我一次也没玩过。我跟他去玩了一次。我们俩就紧紧的抱在一起。很简单，是我们俩一下就通关了。你这边后面那个博士，他就那个 NPC， 他就不耐烦了，他就跟我说密码是那个出口在那边，那出口在那边。那刚开始很严肃，他拿那个鞭子，他是一个教官，他拿鞭子先抽，他看我们真的解不出来，他跟我说那门在那边。那你们的票价不值了，有点。所以你们俩认真的紧紧抱在一起、啊？真的，有点黑，有点，主要是黑。而且他一进去就把我们分开了。